嗨，各位，我是懒猫，我们要来 Fate Go 抽卡啦！大家都知道懒猫我自己很喜欢这动漫相关的东西啊。那这一款 Type Moon 出的手游 Fate Grand Order， 我是从开服就玩到现在，我真的觉得 Fate Grand Order 他们 Type Moon 应该要来赞助我一下，拜托，我可以攻上这游戏，我热爱这游戏，我超级热爱游戏，不敢说大大，但我每天都有玩，对不对？快来攻上我，快来，赞助我，赞助我。那今天呢？那闲话不多聊，我们要来抽呢，就是这一个北米神话战争的 Pick Up。有四星的爱迪生以及大奖的库夫林狂化黑狗，库夫林大家可能就会说，哎，这不是那个枪兵自古幸运一吗？没有错，就是这个 Fate Stay Night 里面出现的蓝色的枪兵。那他在北米神话战争里面呢，他狂化变成 Berserker， 而且现在是这个可以说是 Berserker 里面前几名的存在，国外的网站甚至把它评分为十分的角色，满分十分，十分的角色、哦。那大家都知道召唤英灵，我们需要的是召唤者。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召唤阵，准备好祭品，剩下就是把我们的圣经石丢进去，确认我们是不是欧洲人还是非洲人了。大家一起，枪兵的宝具是什么 ？Get block， 冲！看一下，我们需要召唤。来，这游戏三条线的话，代表是出现英灵，三条线。然后再来就看它直接。金卡还是银卡？枪兵能不能变金啊？这一个是在《Fate Zero》里面出现的枪兵，双枪刷哥刷哥。下一张，来啊！一条线呢就是宝具哦，五星宝具，这个还不错。这一个宝具是这一个，哎、欸，不对，不是宝具，是礼装。礼装，有点口误，更正一下，是礼装。这个是五星礼装，还不错。三条线是刺客。三星的刺客，这一个是哦，这一个宝具很特别。这一只宝具，它会把它变身双重人格的医生。来，刚有读取一下，这个有机会，三条线。来，金色啊，怎么又是刺客？哇，这一个是哦，我们的百面，这是上次活动出来的这个角色，三星的百帽。哦，读取了很久。这一条线是。是我们的领，这个是不同画师画出来的领，四星的礼装还不错，至少这个画面很可爱。又读取了一下，一条线，圣骸布，我记得效果是对男性有特殊的防法力，没有那么强势的一张礼装。哦，三条线，工兵阿卡是哪一只？这一个，假如没有在玩 Fate Go 的人可能会不太清楚。这一个是 Ryda， 就是在 Fate Stay Night 里面出现那个阿姐，她的好姐妹，阿姐。哇，三星的礼装，这一次应该是要非洲了。我们要准备去非洲。等等，这一个不寻常的，是一个四星的礼装，不妙，拜托。拜托！哎，怎么又是他？怎么又是领？不妙！我们是不是石头扣打会结束了？哇！总体来说，看一下现在有几个，四个三星英灵，然后四个四星礼装，然后一个五星的礼装。就结果来说，我们应该算是。大概2%血统的欧洲人有没有混种混太久？大概只有2%，不如这样，我们再来十连抽好不好？想不想看再来十连抽？再一次，再给大家一次机会，再十连抽 ，Get Block， 来吧！我们需要召唤英灵，不是礼装啊，三星工人礼装。这一个礼装呢，在 Fate Go 刚出来的时候，它的地位大概就等同于。这个黑剑，大家都不想抽它。哦，三条线，英灵，Berserker有没有变？啊，没有变。吕布奉先，这个应该台湾人比较熟。吕布奉先，可惜在这个游戏里面，它是一个三星角色。但我记得它最近在宝具伤害排行榜里面很前面。哇，又是一个三星的礼装。我们该准备订一下非洲的机票，准备要回到非洲了。四星的礼装里面，我记得这个卡片不常被用到，效果还不错。我有点忘记它效果。
叫做什么？这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准备，这非洲血统应该已经提升到70%哦，75%的非洲人，75%非洲猫，现在75%，哦，英灵 ，Saber 变啊，这只最遗憾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连他的名字都念不出来，对，光是刚他的男角就心灰意冷。80%的欧洲人了，几张卡了？还有吧，再来，三心理装，勾地反弹 ，Come on， 三条线，有机会吗？Custer， 还是一个，喂。张卡片抽完，抽不到啊！我们连四星的爱迪生都没有抽到。这电话给我，我现在就去订非洲的机票。下次见到我，可能已经在非洲的大草原了。各位，拜拜。嗨，各位，我刚从非洲回来了。这个影片到这边已经告一个段落了，假如你喜欢这影片的话，不妨在下面按个 like， 让这个影片可以让更多人看到，也不妨分享给你的朋友，相信他们有在玩手游的人看到这一个抽卡实录，我觉得他们今天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好起来啊，但我大概两天都睡不着觉了啦。那假如你还想要看我在贝德购里面抽什么卡片，或是其他的手游抽什么卡片，打什么关卡啊，有什么贝德购很难的关卡想看我怎么过的话，也不妨在下面留个言，让我知道，我可以继续拍影片给你们。你们的喜欢是我做影片的最大动力。那各位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哎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个螺丝奇怪。嗨，各位，我是懒猫。重来一下好了。马上开始就NG，好。